郭老师在吗？郭老师，想不想吃烤冷面啊？拿猕猴桃来换。我真的好久没吃烤冷面了，这个酱汁绝了，比路边摊还好吃。我不是吹哦，不信你们就试试。看一下字幕，这个酱汁比例可是我调过很多次的，不熟的人我可是不会告诉他的。你们先截个图。调一次酱汁可以吃三次烤冷面，这个酱汁是三人份的，喜欢吃蒜就多放一点。切一点洋葱，我特别喜欢吃烤冷面里的洋葱，我觉得洋葱是灵魂，一定不能少。煎一下这个金针菇和火腿肠，火腿肠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，烤冷面里面加金针菇很好吃的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锅内放少许的油，然后放入这个冷面饼，用中小火去煎，煎到它变软之后，我们打入一个鸡蛋，给它扒拉散，然后撒一点葱花和黑芝麻，如果没有黑芝麻可以不放。筷子加铲子合力给它翻个面。这个面饼应该是在很多外卖软件上会卖，我们给它刷满酱汁，加入洋葱和香菜，如果你不爱吃香菜的话你就不要放了，加入香肠、辣条还有金针菇。卫龙可以吗？郭老师，郭老师是不是只爱吃猕猴桃啊？再次合力把它卷起来。这个卷的手法也没有什么讲究，就是你慢一点，然后火小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的烤冷面就做好了，再给它刷一层这个酱汁，看着就好好吃啊。吃一份是吃不够的，必须要吃两份才满足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吃的时候呢，给它切开。美博小摊正式营业，没有支付宝，点赞三连就可以了，各位老板。小本本来不赚钱，谢谢您了。来来来，老板先吃，这个酱汁真的是优秀啊。还想吃份辛拉面怎么办？这过个年，怎么感觉胃口还大了呢？这个辛拉面可好吃了，超市里就剩两包了，都被我买回来了。回北京以后，没有表弟跟我抢吃的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你们不知道，在家里我吃啥我都抢不上。今日份晚餐是肥宅的快乐，一开冰箱就有快乐水，巨满足。最近无聊，就在家待着嘛，也不能出门，就去追了杨洋演的那版《红楼梦》。讲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。你们都在家干嘛呢？干杯，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哦，明天见了。